水永长流，生命电视慈悲造就生命之美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下一篇呢叫须弥山顶即暂停。佛是化主，十住品这些个登位的菩萨有这个缘了，感了佛就应，这叫咱们经常讲感应。是吧？要说实住法门，得先说体性。实住菩萨见了佛的体性，还不是真正知，只是见到。见到就是悟得了，悟得就是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以下呢就解释即暂品啊，因为在这个赞叹都在这个须弥顶赞叹什么？赞叹佛的功德，以这个处所来赞叹，所以叫须弥山顶赞叹品。这篇是以佛放光即赞而达到了他趋向，达到目的，达到福德，令他知道实住的体，而证得这个体。这以下有十位菩萨都是以智慧定位的，法会菩萨来定位的，以法会菩萨为主的。所以你到那个梵行篇，三殿天子就问到法会菩萨，云何僧等到清净行，那就是从住而入行位，这就知道进位进修的方法。只是令信的菩萨入了住位，从住的菩萨进入行位，就一层一层的。同时呢，以智慧的悲字记住了古今的诸佛，入了诸位的菩萨都是成佛一定的了，是吧？自身跟未来的佛跟过去的古佛合而为一，现在未来三世诸佛，就这么一句话嘛。他体是一个的了，因为第四赞叹佛是指着当位的十住菩萨说的，说立这个法门。即赞呢是即赞品呢，即赞品令着有了信心的入了诸位的，信心满了入了诸位的菩萨赞叹佛所说话的，
乃至于或者报答佛的恩，赞叹过去佛，赞叹现在佛，也赞叹自己就是未来的佛了，就入了此位了，未来的佛就入了诸位的，因为入了诸位的本身的菩萨就是未来，所以只说过去佛、现在佛，就没有说过去未来佛。因为什么呢？未来就是诸位这些菩萨都是未来的佛，卢舍诺就是现在的佛，始入位的都是未来诸佛。说十住之内，须弥山顶上的说的六品经，这六品经全是诸位菩萨的事儿。诸位满心了，信位满心了，升了诸位了，所以演唱的都是诸位的菩萨的事儿。因为赞叹呢，赞叹的当位之法了，赞叹的是十住法门，所赞叹的全是十住法。在《华严经》的原版教是讲次第的，不是不讲次第的。不是有的经论上说，顿开直入，立正菩提，明心见性，就成了佛了。华严经不是这样讲的，明心见性了还早呢，一位一位的进修嘛。明心见性并没有住道，心即是佛。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没证得。我们明明知道粗粮要比细粮差一点，细粮要比粗粮好吃一点，知道是知道，你得吃到才算是啊。你光知道了算什么？你没知道啊，知道了还隔一层呢，知道了还隔一个层次呢。同时在十住法门，你怎么样行啊，怎么样修行啊，说法六品经文就告诉在十住怎么样印词无相之体，净恨品跟梵王经，梵恨品净恨品是诸位的菩萨，信位的菩萨要进入诸位，要修清净恨。梵恨品要给你表示，在诸位当中，你所持那个无相性戒，咱们持的现在所受的戒有相的了。梵品就讲清净无为无相的，十住菩萨开始修行无相的法门，无相的性戒，纷纷过了发心功德品，发了菩提心，这十住发心又发菩提心，你所得的功德的量有好大。梵文明过后讲那个发心功德品，那功德不是世间相了，不是一般菩萨的功德了。乃至于发心功德要明法，明法明神法呢，明心法叫明法品。这就是你从十住生道实行，这修行的因和他修行的果，那是习性的因果了。尔时佛神力故，十方各有一大菩萨，一一各与佛刹微尘数菩萨众菩萨聚，
称百佛刹为尘数国度外，诸世界尊而来集会，其名曰法会菩萨、一切会菩萨、圣会菩萨、功德会菩萨、精进会菩萨、善会菩萨、智慧菩萨、真实会菩萨、无上会菩萨、坚固会菩萨，所称来度。所谓因陀罗华世界、波头摩华世界、宝华世界、优檀波罗华世界、金刚华世界、妙香华世界、月意华世界、阿罗那华世界、那罗陀华世界、虚空华世界，各与佛所净修梵行，所谓殊特乐佛、无尽乐佛、不动乐佛、风乐佛、水乐佛、解脱乐佛、无上乐佛、行许乐佛、清净乐佛、明了乐佛。是诸菩萨自佛所，自佛所也，顶礼佛主，随所来访，各化作毗卢遮那帐，毗卢遮那帐，狮子之座，以其座上结迦趺座，如此世界须弥顶上菩萨来祭，一切世界悉已入世，比诸菩萨所有的名字、世界、佛号悉等无别。这里头这个全部的这段经文呢，实同。十种的都通，那么这全段的经文呢，一个是众分，一个是佛放光分，一个是寂暂分，这一段经文分这么三分。召集的因相同的，是以佛的神力召集的，同来此会相同的，十方来的菩萨同名为会，十方诸佛来的那个佛国道，十方佛的国度都叫乐，其他是有别的。这是百世界佛之外所来处的，是同的，都是百佛世界之外的同的。表法名都是以会解，因为这个诸位的解，解就是行，行解嘛，行跟解是相同的，诸位是以行解。那所从来的世界同名为华，这是同的。但是这个表的这个十住位的菩萨，十住，第一发心住，发心住，从发心就主导世间；第二静自心住，像莲花开敷一样；修行住，修行圆净；水生住，生珍贵之家；方便住，坚实故；正心无相，入香气故；不退住，意悦故；阿耨罗那者住，此是日出时；童真之相，明净故；巴耨陀罗者，持愿仁慈，第九住；以花香妙人皆佩故。因为那个花呀是好的，人人都佩戴。第十呢，普遍入空。
这是别名石柱，一柱一柱的进位之法。所来的这些菩萨，佛同名乐者，表示什么呢？乐者是名的意思。夜间呢，如果有乐，自会明，黑暗消失了。慧明黑难消失了，越有清凉意，众生在热闹之中得越的清凉，众生在苦恼当中得菩萨的说法就近，就是石柱是感十法之果的。那月亮嘛，是有四种德，跟佛的三法合起，一个是自得，对，智慧，难喜，智慧光明了，黑难就断除了，这是断德。还有种清凉意，给众生普遍的清凉，对，明破难断得清凉，能得。以此意啊，说这十种难得之法都是殊胜的，发十种大心，十种大心呢就是一心，都从发菩提心呢说起的，但是次第分有十种，不可穷尽。观空，观空，观空意都入世，前头是信心，现在是住心。信心信你自己的心，跟毗卢遮那无二无别，这个信心坚固了，现在能住在这个心上，前头只是信心而已，现在能住了。怎么住的呢？大家还记得《金刚经》上说吗？须菩提，请问佛，云何住？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？这十住的菩萨能降伏他的心，能住他的心。这个住可别当住处讲啊，住即无住，非空非色，即空即色，见如来。这个住是无住的住，别像众生，别像咱们啊，这住在哪儿就住在哪儿了。住是什么呢？是执着，没有执着了，一点执着都没有了。所以观空等，观想一切诸法境界相，跟空相等，可不是空啊。与空等，说他这个观想的心，心广大无边，这样的等。我们凡夫二乘，他是住境，住境，住一境界相。等了诸位的菩萨，他住心，不是住境了。咱们经常说心生这种种法生，住在心上它不生，住是无住。咱们经常讲嘛，供养供养诸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。那个无心呐，是说到一切妄心都没有了。真心呢，真心是无住的，无住而住的啊。说讲这个住，要一定要知道这个住不是住在哪儿，跟咱们心里常想那个住不同，它住是无住而住的，观空是不空而空的，不是景空，是心空，不会轻动的。这个时候他了知一切的业行，
业呀，企业造业，业起心动念就是造业，造什么业呢？造的涅槃业，造的生死业，造业不同。行愿果是拿着风来比喻，风是不住的，风能住吗？住就不叫风了哈，不住的。风从何处起啊？我们天天看着刮风啊，现在我们这儿下午又开始有风了，从什么地方来的风呢？它又止于何处呢？因为它是不住的，生无生处，灭无灭处，生灭不住。闻十种法，十住闻十种法，心定不动，说就谢他了。但是他在摇移难乐一切众生的时候，入水普运。水是普之运，有情无情他都之运。水怎么之运无情呢？大家看上那个树，看那花草，看那五谷粮食，没水能生吗？那些个无水不能生，无风也不能生，水能滋润，不得是成长，风是助的成长的，微风吹动，那个动就像成长。这十种法下文呢，文中当着详细讲啊，就十住的法啊，闻时不退。这十种法初住到十住，闻了不退，能达到无上。三业无失，三业无失，这是啊，一住进入一住，一住进一住。所以他说难得到十住了就圆满了。闻十种法，闻一百种法，闻一千种法，他心不动，就叫解脱了。闻十不退，达到十住了，到这个十住的第七住，叫不退住。不会退得到六住，退到一住去了，只能往前进，不往后退了。信位的菩萨没登住的时候，他还有退，进进退退，到七住就不退了，到八住的时候，三业无失，像星星似的，永远明净的，到这时候三业他随意化生，化生，随意受生。他自己心念想怎么受生怎么受生，长是随业受生，他是随意受生，就是他神通妙用都自在了，一空运转嘛，就是他正者的空性的离体呀，更加善入了。他有烦恼，有习气，但是到了第九住了，他知道烦恼，烦恼起处就现喜行的习气，他起随起随断，所以称之清净。观察一些众生的根于智慧的心情，观察是观察，不能像地位的菩萨，不能像佛，也不能像咱们所说的观音、地藏、文殊、普贤了，他们那个观一切众生的智慧的心境了，他完全能明了。诸地菩萨还达不到这样情况，达不到这样。
除了观察众生的生起根月，那其他的在境外之后就不知道了，还没有登地，登地也不完全知道，得到八地菩萨才能了知一些众生的根源心境智慧。说这十种啊，上来说这十种啊是因，因，但是能成就十佛的果德，当然以下从十方来的这些个菩萨，从东方来的次第，从西方来的次第，这个咱们在前头的如来的名号品呢，就从十方来的佛就都有解释过了，这个地方不再说了，名号品都详细说了，这跟前头那品文是一样的，这段经文呢显示什么呢？刚开始说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哪些个来会场的，因为佛的光明感召，佛的放光啊感召，感召着这个法会，因为佛的神力感召的十方都有一个大菩萨，从他那个本佛刹，本佛刹而来到娑婆世界的须弥山顶，同时不是举一个菩萨的名字，他还有无指挥为神数那么多菩萨，不是来一个人呢，一来就来的其数无量啊，完了就把这些来的大菩萨名字啊，一位菩萨一位菩萨，一个世界一个世界说，他本所成事的佛都叫月，月刚才解释了，也清凉除众生热闹的，要断众生烦恼的，破众生黑难的，如何拿月来形容，在这个忌讳当中，佛并没有说法，是现神通，而十四尊从两竹子，两竹子大家明了了，就脚趾头，脚趾头，大家知道诸佛都没穿袜子啊，也没穿鞋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不也放光叫袜子叫鞋给折上了呢，放不出来了光，没有的，你看佛像菩萨像没有一个佛像菩萨像诸佛没有穿袜子穿鞋的，是能从两竹子放了好多光明呢，百千亿妙色光明，不可思议的色，不可思议的色啊，放出了这么多光明妙色啊，这是不可思议的色，这叫妙，这不能以数字算，百千亿是数字很多的了，言大数言的多的意思，放这个光明啊，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须弥山顶第四宫，这个光就把所有的世界须弥山顶的第四宫啊都照了，而且是此世界佛及大众在那些个世界的那须弥山都现，在其他的须弥山顶第四宫都现，其他第四山第四天的第四宫中啊也都有佛在那儿与大众会计说法，